谁不是一生的伤口，痛过才懂得坚强的理由。听你说当年的乡愁，逐渐年迈的手有点颤抖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，像你守护我守护你，爱在心里，多希望时间都暂停。我好想好好的爱你，想更早的开始陪你，你是要找人的喔？啊，谢王姐，谢有秋先生的话是，敢是伫遮？是啊，我就是谢有秋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《新生日报》的记者，想讲要来甲你做一下采访，毋知影有方便无？采访？听讲你伫锦龙会上班哦？是啦。哎，对哦，你参加顶那个迄百度内底啦，那甲即百度内底个人同款啊？啊，两个模特儿是同一个人啦，啊，只是两百度个迄落主题，甲想要表现个感觉是无同个。所以是真正有这个人哦。嗯。安尼，你敢会当甲咱讲看卖，你个创作《火焰》即个主题？即个主题会使啊，使啊，啊。这个主题主要是想要表达，人伫个生命过程中遇到一挂较严重的考验啦，像伊即马人不幸强关起来啊，但毋过伊个性足明朗诶，而且足坚定，所以伊身体虽然强关起来，但是伊意志是真自由诶。安尼。这人是啥？伊为虾米会封关？关伫倒位啊？这人就是，非弟，就是一个甲我自细汉做伙大汉的朋友啦，啊，所以较熟啦。啊，那你剩的问题，我较无方便回答啦，歹势。哦，所以你当作正确的画出这人的精神，我看伊应该是你用生命在交陪的朋友，是吗？嗯，用生命在交陪的朋友。不过哦，你当创作出一个让人这么感动的作品，哎，这样我可以当给你跟一百度这样一只相。好啊，可以，可以。今天多谢你，辛苦啊。哎，真客气啊。孙健，来。
翻译。你好，老丁恰啦。今日来教教，啊，这小看意思，歹势啦，搁你做阿单独，请坐。啊，用杯啦。啊，是安尼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我是特别带阮英吉来甲恁会一下啦。那是讲，是英吉甲敏凤的代志，阮敏凤啊嘛是唔对啦。遐济啦。冰鸿，是的，请你原谅我，先生，是的，我不应该单独跟冰鸿您求救啊。哎，这件代志吼，讲到底嘛，不是送对送唔对的问题啦，啊，少年人总是较歹按捺家己的感情嘛。啊，虽然因两个吼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，啊，即马嘛拢大人啊，啊，若真正互相无意思，嘛袂半暝啊，搁烧酒去啉烧酒。卡桑，毋是安尼啦，是冰鸿讲要替我甲明珠庆祝，再啉烧酒，再做出互人误会的代志啊。其实这件代志，我嘛有做唔对啦。我唔知影桌上迄款酒遮尔烈，啊，啉了偌济，着酒醉啊，拢是我无好啦。真是娘啊，是我无甲查某囝教好，才会惹这个风波，是我较实的。先生，我嘛做唔对的所在，我真后悔。除了回事，我嘛咧想。要安怎补偿明鸿啊？哎呦，对啦对啦，啊，今嘛哈这代志都拢已经发生啊，咱搁一直咧讨论讲啊是安怎会发生的，不如吼，就较紧来安排的，看煞落来安怎做较妥当。啊，我甲因道上是有参详啊啦，啊，我认为讲吼，今嘛对因上好的安排，就是互因两个会当名正言顺做伙。名正言顺，先生娘的意思是？和因两个人结婚啊？卡啥？你哪会当咧凊彩替我做决定啦？我甲明珠已经订婚啊，我接下来要娶的人是伊呢。你为什么订婚啊？我甲恁道上拢无同意哦，而且迄明珠的身体有问题，你无资格做人的新妇啦。明珠身体有啥物问题啦？伊人毋是好好的。袂用的，你是姑娘，咱万一娶一个未生，啊，咱倒毋着断后啊？我嘛甲明鸿讲过啊。不管明珠安怎，我就是要娶伊啦。那安尼，你要安怎对明鸿交代？你甲我讲。我知影这件代志对明鸿名声影响真大，啊，不过我绝对无对伊安怎。除了回事嘞，我嘛愿意赔偿啊。赔偿？你即摆意思是讲，你要赔我钱？是啊，不管是钱还是公家赔罪。说明，我拢愿意做了。
赵英杰，你已经甲我侮辱一次，还阁无够，即摆是想要用钱来甲我洗面是毋？你敢会想超过啊？敏宏啊，敏宏啊！哎呦，英杰啊，你哪会当安尼伤害一个对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？无迄个意思啦。黑狗先生，真正足失礼啦。阮一定会吼，给伊一个交代。我先来去啊，爷。是嘞。先生，是嘞，你操心嘛。你看。即马连先生娘都出来替敏宏讲话啊！你看这个代志要安怎办？那么，一个讲有，一个讲无，代志敢那倒无啥会起来。而且我感觉。先生娘头头较雄雄，提起民主身体状况，佮讲伊袂生，啊，这敢是真的？我较会拢无听民主讲过。唉，先去甲恁小妹找转来，再佮讲啦，唔知佮做甚物冲动的代志袂？免啦，阿桑，你个性你嘛知影，我感觉。现在先回一个人静静的。卡桑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回去好。什么事情？我算不知道你要跟伊秘在学校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恁祖上已经决定了，你一定要跟敏宏订婚，比你倒位拢无路用。卡啥？我已经跟民主订婚了，对啊，我嘛跟客户先生讲得清楚啊，我跟敏宏什么代志都没发生啦。卡啥？你相信我好不？你莫一直逼我啦。我讨厌一直逼。卡啥？我想等你好好啊。赵英杰。你阿姐，民主讲的，伊一透早就去泰山湖做福建，还袂回来呢。多谢你阿姐。没啦。民主，我载你回来。英杰，啊，你来找我。我代志要跟你讲啊，咱去送回遐。好啊。行。阿吉玲。哎，多谢哦，再过来哦，多谢。恁来啊、喔！阿要食饼无？免啦，我有代志要找恁参详。好啊，无咱去内底讲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哎呦，啊！着前几工，阮卡上走去阮学校找我，叫我这个礼拜一定爱转来一撮。啊，阮早起做完礼拜，道上着叫我甲阮卡上去闽红伊兜一撮。我就想讲，是去回事嘞，我就去啊。想袂到阮卡上伫客户先生面头前，爱我带敏宏啦。啥？啊，你要怎讲？我当然嘛无答应啊。我就伫咧大家面头前讲，我已经甲民主订婚啊。我要带的人敢若民主一个。啊，敏宏嘞？伊就气甲走出去啊。真够搬去的，啊！即摆是要安怎啦？若是你的爸母一直咧逼婚，你要安怎做？我已经想过啊，干那剩最后一个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
只想深深拥抱你，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一个眼神我就懂你。妙，刚才我拿好了，有你爱吃的酸辣汤哦。走倒位去啦，找无人，卡上足烦恼的呢。伊安尼雄雄公公，你惊你？惊我安怎？想袂开哦？我才无遮尔软弱，而且我绝对袂认输的。啊，袂到最后，输赢是啥拢唔知。我了解你的心。我嘛是要告诉你放手啊，只是你爱知影，勉强来姻缘是袂真正快乐的。干嘛呢？我干那知影，那是我介意的人，我都唔敢勇敢去追求。啊，你最后我一定会后悔。我认同你所讲的勇敢去追求，但是。但是有安尼为着要得到你想要滴的，去伤害别人，安尼敢对？你家己想看卖。你若安尼做，甲你上讨厌的情绪，安尼有啥物无共？当然无共款啊！伊是迫害人的家庭，我干那是追求家己所爱尔。而且，英杰甲明珠，因根本转头走尾拢无命，所以我一定要抢到英杰，叫伊红灯死叫，搞出你们。明浩，你若真正爱一个人。你都爱希望伊快乐，去成全伊，不是夺伊所爱，甚至是伤害伊啊！你讲伤害啥？伤害着英杰，还是明珠？两个人拢是啊！啊，你是安怎不是颠倒变过来，叫伊卖伤害我，来成全我？因为自头到尾，甲英杰做伙的人是明珠，因两个人才是相斗阵的人啊！你这是爱袂着，你要假好心啦！你用这款无公平正大的手段，你用烧酒甲英杰灌？你讲啥？我无公平正大。哪能坐嘞？坐，坐来。卡桑，头拄仔恁讲的话我拢有听。既然卡桑拢有听到，安尼你讲看卖啊？我讲的敢有唔对？明宏安尼挑拨伊拆散明珠甲林家，安尼敢是唔对的？明宏已经大汉啦，伊家己的代志，伊会注意。阿嫂，你是莫甲阿兄同款要苦劝我放弃哦？我讲过啊，我有信心会当让英杰心甘情愿的带我，而且即摆英杰因阿嫂嘛徛伫我这边啊，所以我绝对袂放弃的。啊，不过我看英杰对民主的感情，我真坚定哦。你知影你家己安尼做？唔来甲英杰愈拄愈远，恁两个人的关系嘛愈不愈歹，你知无？那安尼卡上，你敢有啥物好办法，
无论是啥物办法，只要会当让因家愿意娶我，我啥物拢愿意做。爸吼，好好啊，睏一次，脑壳的代志我来做就好啊。实在是，你嘛是啦，受到这什么报？你两阵讲恁囝真正这么好骗，要爱伊娶谁就娶谁，真正好啊！敏宏气甲走出去啊，无得靠，一气万唔爱嫁啊。应该是袂啦，这个敏宏吼对咱英家也是真正有感情的呢，而且因两个搁捌睏做伙。哎呀，怀真吼，今麦我甲敏宏啊两个人联手啦，应该啦吼，就免想要娶迄个叶明珠啦。拜托的，卖阁想空想胖啊啦，卖阁想遐有诶无诶后步。我足惊代志互你愈抹愈歹收煞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来来来，食水果啦。是搁咧细细念咧念啥物？干妈念的细汉新妇啦。我知影哦，伊头一天是明珠生，所以我就超工甲问讲，是安怎无爱去遐生咧？结果你知影伊讲啥无？伊讲哦，明珠三伯今仔日无闲啦。即马是安怎？啊，伊无闲，我就真有闲哩啦。所以你无答应？当然嘛无，我是安怎要排伫明珠后边？啊，早起明明无人要来生。你先来变咧产性地啦！你知影产妇九月初无产无接生，迄心内偌着急的无？靠啥？你要搁靠好伊哦？当然啦、啊！啊，平叔无闲，当然嘛是你来捡一个啊！我袂啦！我是安怎要捡平叔金春的啦？明珠，明珠，你啥来？逐项拢要甲明珠比？明珠，明珠，恁明珠吼，就是上敖啦！啊，全世界拢替伊讲话，免比拢第一名啦！我甲你讲，哎，姐嘛，我开口啦！嘿嘿，歹势歹势，哎，我即摆有闲。嘿，叫恁细汉媳妇过来，你吃你家己吃。是啦，明珠这阵仔可能较无闲啦。唔对啊，就算讲伊无闲，嘛还阁有雪中先生甲美霞伫个，无道理接袂过啊。
规礼拜拢无消无息，敢会是私底下搁咧变啥物？你啦，我拢伫个，哦，四个人去，卡上我去买物件。啊，是要搁去倒位啦？是这段耳朵啊，才会团团圆圆、圆圆满满啊！哎，啊，你摕这耳朵来，先生敢有讲啥？先生，你无闲，应该无看的啦。团团圆圆、圆圆满满啊！来，啊，你摕这耳朵来，先生敢有讲啥？先生，你无闲，应该无看的啦。你卡掉呀？啊哈！啊，红包嘞？哦，遮啦，而且唔知影有够大地无？来，甲我斗用者，无好势哦。好啦。这边啊。吼、哦，安尼红红艳艳哦，规个喜气拢来啊啦！嘿啊，安尼真水呢。阿妈姐，我回来啊！我来到你啊！你水就冻个啊，爱说你哦。好啦，好，我了买一只西瓜回来哦。我想讲哦，原本要买汽水啦，啊，看到西瓜，我就买一粒西瓜哦，回来给大家吃啦。吼、哦，摕去冰啊，哪有人西瓜安尼规粒放桌顶的？唔捌加过分吼，这西瓜吼我先切切的啦，这是安尼破一半呢，敢袂当伫咧新人个面头前破？哦，歹势，真难个，歹势啦。嘿啦，就你加过分，你上敖啦。我著等咧看，等一下米阿姊来吼，看你搁敢大声无？哦，来啦。敢讲因两个真正变？你创啥啦？哎呦，英杰啦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头一届遐紧张许啦？什么头一届？是这世人干那一届啦？迄当然嘛会紧张。也毋过吼，带一个三宝做牵手，以后恁生几下囡仔吼，都唔惊去麻烦着。啊，歹势歹势歹势，英杰啦，我袂记你面子伊。免歹势啦，我甲面子已经讲好啊，是囡仔这个代志。阮著代代方方去看待，安尼颠倒，心内较袂艰苦啦。好啦，行啦。哇，你莫莫遐大力啦！袂使啦，我紧张啦。哦，来啊！神龙哥来啊啦！啊，对啊，这位哦，是我的室友何奇啦，也是我上好的朋友。欢迎欢迎啦！啊，今仔日吼无事大啦，咱大家拢来做见证人啦。咱若这队吼考命鸳鸯吼，叫老啊，讲啥？来甲这队鸳鸯祝福啦。哎、欸，好，那你吼我来做南方的代表啦。好好好，那我来做女方的代表啦。啊，甲你介绍一下，这吼是明珠的新小弟明林啦。啊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即马就要准备考大学啦。哦。来来，直接讲啦，直接讲啦。你拢坐主桌啦，好啊，主婚介绍感情婚啦，吼。传来了。是啊，我是要考感情婚啦。买这回事啊，你知影明珠有介意无？哎呦，回事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意。啥事？是啊。你是紧张啥？你坐咧等啦。明珠，咱去电话机。哦，去电话机。
莫紧张啦。无啦，啊，明珠哪会袂来？敢是左三嫂搁伫无用？啊，袂啦，阮米霞拢会甲处理好啦。哦，还是赶要入洞房哦，这么着急？无啦，紧咯，你莫后袂讲啦。阮米霞有讲啦，爱互明珠吼生一只新娘头啦，啊，搁爱抹粉点胭脂，迄新娘仔装到水水吼，总是爱加开一挂时间啦。较有耐心的啦。哎呦，啊，不过我是烦恼小童先生啊，啊先生敢有讲啥？明珠是无直接甲讲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咱伫只边头边西，先生应该嘛知影啦。好，无我先去看麦啦。好，麻烦你了。莫紧张啦，今仔这新娘吼，我唱嘛甲伊唱过来啦，哈。英杰啊，你先坐啦。你哦，你倒总咧徛咧，阿明珠就较紧来是毋？阿明珠还袂好？好啊啦，阿伊讲想要一人静一下，我就先出来等。英杰已经到啊，大家正在闹热，伊是要穿衫啦。哎呦，这你唔捌啦，啊这一路坎坎坷坷，伊心内嘛无好过。啊，好啦。好水哦！你是我看过上水的新娘啊！李夏姬，多谢你呢，莫安尼讲啦。今是好日子呢，咱应该欢喜啊！恭喜你呢！好啊啦，大家拢到啊，咱紧来去啦。你先过啦，明天我会帮你穿过。明珠，走。明珠，我原本唔望讲，有一天你穿新衫去一摆。想袂到，虽然我无法度当明珠予你，啊，毋过我是希望你会当幸福美满。阿姊来啊！阿姊来啊！来啊！你是插头人哟，紧去啊！对啊，你搁徛伫遐，快去啊！你今仔日真水，是啦，新娘是真水啦。不过哦，应该平常时伫学校对别个查某囡仔拢看袂落眼的。伊哦，平常时啊，太水啦。少年的，你今仔输伊呢？哦，
对吼，新郎新娘，请你坐。明珠有代志想出门啊啦！既然这是因想要行的路，就随在因啦。明珠也是不得已才安尼做的啦。先生，因两个嘛是真无简单。好啦好啦，阿玲不是要斗三工，迄办喜事哦是看戏的，莫共拖着火事情去去啦。好，我去看一下西东啦。来，美霞。我甲明珠讲一声，恭喜。好，我来去啊。你好无？你最近好无？心爱的话，我只想深深拥抱你。写好啊，就干那早签名等伊呐。这张若是签落去，咱就算是翁阿婆啊，是无？基本上吼，安尼是无唔对啦。只要你有办过公开仪式，啊，佮有两个以上的人替你做见证，那呢吼，在法律上恁就是翁阿婆啦。这张纸吼，干那是添喜气尔啦。我记可能我唔对啦。去今仔日，咱就是正式阿婆啊！恁两个人是自由恋爱，嘛争取家己的婚姻，真正足幸福嘞。就是嘛，亲像我结婚的时阵哦，本来就讲已经算简单啦，想袂到吼，金手指、送订、看日子，还佫拣新娘衫，好夭寿哦！差一点仔无甲我忝死啊！无你是安怎忝死啊？好日子甲我讲夭寿，一头就是要甲我洗嘴呢！别安尼啦，先生讲爱甲我尊重，爱甲我尊重。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啊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过来，来来来，这卡究竟啊，是新娘要送给新郎的啊！哇！人明珠哦，是特别替你送伊卡究竟去敬的呢。来来来。來这卡究竟是新郎送给新娘的？大家快看啦，金饼有收未无？哇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新郎新娘交我手指啦！今仔日多谢大家当来遮见证我甲明珠的婚礼。
多谢大家。我甲明珠是真心相爱，因为爸母对这桩婚事意见，只好委屈明珠，委屈大家来吃办婚礼。虽然路真远，真坎坷，啊，不过，阮两人决心要提出勇气，办公开仪式，见证阮的爱情。多谢恁来参加，多谢。兄弟，你有气魄啦，我欣赏你。英杰，你是真正男子汉。阮大家祝福恁两个人，心相成对，永结爱河。杨毅啊！杨毅啊，杨毅，杨毅你啊，辛苦遐侪冬啊，总算找到家己的归宿啊，祝你幸福快乐。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副会长，请你替我做主。是要签证婚人，还是介绍人嘛？啊，位置遐大，咱四拢签就好啊。证婚人较大啦，啊，我签介绍人就好啊。证婚爱两个人，男女双方吼各派一个代表啦，我甲金龙签。啊，美霞甲素梅哦，你就签介绍人迄边好啊啦。好啊。那恁主婚人嘞？迄是爸母爱签的啦。啊，明主也无爸母啊。哎呀，迄是无必要条件啦。无签嘛无要紧啦。哦，哪里哦，我先来啦。来，来啦。来，你参加。小林。姐夫，我阿姊就交予你啊。这款是由办公会的婚礼，根本无遵守。这款连爸母拢无同意的婚姻，根本无可能幸福。就算无倒上卡上的祝福，阮拢是正阿母啊，真真正正的阿母啊。咱爸仔囝做到这为止，丢到的户口，奖金也无你的名。请问你是？调查局的啦。你阿我写，我甲肯定参加。
过我当，这拢是事实。Yeah.